我重读了奥古斯丁的忏悔录，重读了帕斯卡尔的思想录，重读了苏格拉底的申辩篇，这些都是我经常会读的。那再次提醒我，人类是有限的，人始终要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。生命中可能没有偶然，生命中只有必然。读一些厚重的一些书籍，带给你思考，修正你偏见的，挑战你内心骄傲的一些事情。